这是曾世美，别看她好像很有气质，事实上是个超强女汉子。这是钱晶晶，整天幻想自己就是韩剧女主角。我是金春花，个性非常天然呆，号称华商林真心。来，考卷有后往前收。完了！怎么办？被妈发现就完了。对，现在赶回去应该还来得及吧。
一个。阿妈，阿妈，你干嘛呢？妹妹啊，谢谢了。阿妈，阿妹，安怎就好啦，吼，啊，要小心啊。啊，我先来走了，拜拜。梅啊，可以做个朋友吗？干嘛不理我？我才跟你做朋友啊！买都买啊，上一喊。终于到家了，好累啊！妹妹，你回来了。哎哥，你今天看起来很累哦。嗯，对啊。那妈妈嘞？哎，对，妈妈，妈妈脸色很难看嘞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对哦。终于到手了。我炸的！啊好啊，你这个死阿婆！来，走走走走，去写字写点诗，这就是进入情境的感觉。来，那个老妹，你来一下。然后这时候就是他在聊法的，然后然后试一试试一试，老妹你有按住吗？剧本啊。